你碰我儿子干嘛？谁碰他了？老公，他们想讹我。你是哪个眼睛看到？信不信我削你啊？妈妈没事了，阿姨应该不是故意了。以后给我注意点啊。三朵三朵三朵，这个阿姨在求救。服务员，打包带走。好嘞。行。泼墨水还用东西砸我，阿姨你也太欺负人了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没有泼你水，更没有砸你。这事太欺负人了，这里有监控，走，我们去查监控。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信不信我让我老公揍你们啊？快点滚开啊！哼，妈妈走。这个阿姨明明发出了求救信号，为什么我们去救她又不肯跟我们走呢？老公，她是在拿小孩做要挟。这个姑姑身上居然还带着武器，硬抢孩子的话会发生危险，那只能自取了。对不起阿姨，我刚才误会了。没事没事。你家孩子多大了呀？长得真好看。啊，我家孩子三岁。快走啊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叔叔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我就没礼貌了，你想怎么的？哎，臭小子，快来人啊，救命啊救命啊，我是被绑架的。闭嘴，找死是吧？有的时候，你的一个善举，或许能成就一个。